什么都可以拿来卖吗？你可以先拿过来估个价，再决定卖不卖。这本漫画我也看过，你有全套吗？嗯，有，在家里，下星期拿来。可以快点吗？你住很远？附近。不骑了？没有人骑了。篮球也不要了？我不会打。我暂时称这个客户为杂物小姐，因为她要卖掉的东西实在太杂乱，死了就扔掉吧。三年了，她都还活着。我也见了你两年了，放那边吧，等过了明天帮你处理掉。好久不见，你的东西卖完了？她不烦人，喂她吃青菜就可以。纸收吗？环保袋可以，废纸不收。杂物小姐，这三年间你除了乌龟、枯树、废纸，还有多少东西未扔掉？收标我们不收的，不过你这只卖不卖？你不是说不收吗？这只我自己收。等等，当你想卖那只表的时候再来找我。